原标题：唐朝唯一被考古的皇陵发现一奇怪棺床。学者：难怪唐朝帝王。在关中十八堂帝陵中，除了李治和武则天的乾陵没有被盗墓之外，其他陵墓均遭到盗墓贼的光顾。然而真正被考古挖掘的陵墓却只有唐僖宗李轩轩的静陵。所以静陵是唐朝唯一被考古挖掘的皇陵。